红茶的珍珠，这个是珍珠红茶的冰淇淋。对，现在天气这么热，来吃冰淇淋是最快乐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这个好棒哦。哦，好吃吗？哇，太夸张了！不过呢，你快来吃哦。我等一下，我要做完树林，快融化哦。快融化哦！我看，我看，它里面有珍珠哦。嗯。哇，这是哪一家的、啊？哦，小美耶，珍珠红茶冰淇淋，然后就是跟那个这个长一样，红珍珠红茶的口味。我可以吃一口吗？不能。我吃一口看看。No。No。No。妈妈吃什么？哦，这有点像传统的冰淇淋，这是什么？小美，因为也是小美的大圣冰淇淋，很好吃哎。对啊，哥哥你要不要来吃？等我啊。好，等你等你。我最爱的是冰棒。冰棒哦。我吃一口，吃一口。有珍珠哎。我看里面。哇，里面真的有珍珠哎！啊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不能动你！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吃冰，吃冰！来吃冰，打开！我在外面热死了！打开，打开！怎么开呀、啊？哦，直接现成的给你了，好好吃耶！我觉得最吃冰最快乐就是在天气热的时候，你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